Hello, Hello. are you Angela?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酷 TV，我是 Chanel。Hello，大家好，我是阿酷。那今天呢，我们会拍一个都市传说，它是关于 Talking Angela 的。那么其实这个 Talking Angela 这个 apps 呢，它其实是你说什么，它会重复你所说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我说我爱你，他一说也会说我爱你这样子东西。但是如果突然间你说我爱你，他说我不爱你，然后就是很恐怖的事情，听到没？那其实它并不是什么灵异事件，它只是背后呢有一个 hacker。国外新闻是说，他会 hack 了这个 app 后，会从小孩子口中透露一些信息，然后进而绑架他们。那么今天我们就试试看这个背后的 hacker， 他其实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吗？还是只是 editor？ 那么据说呢，一定要在凌晨三点进行，现在是11点多这样子吧。那么我们三点再起来，再拍这个东京安吉拉的都市传说吧。那么等下再见吧。那么现在呢，已经三点了。Dear player, what year were you born in？ 要写年龄哦。那我今天就做8、9岁的小孩子啦。你好。你好。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叫 Angela？ 我是叫 Angela。 在三点了咯。三点了咯。起床了没有啊？床了没有啊？现在几点？在几点？ Angela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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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点？ Angela 是你的名字吗？是你的名字吗？YouTube 很多 YouTuber， 他们是重复问一样的问题。Hello Angela。Hello Angela。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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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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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啊？你叫什么名啊？你问你问，看看怎么准备。What's your name？ W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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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name？ Angela， your real name？ Is Angela your new name？ Is Angela your new name？ New name。Real name。Real name。Hello。Hello。在谁嘞？哈哈。Are you the hacker？ Are you the hacker？ Are you the hacker？ 哈哈。Are you the hacker？ Yes, I am。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不正常的问题。不过我看我们应该会玩到十点。我看我们应该会玩到十点。看看这个一小时里面到底有没有歌，还是今天黑哥早睡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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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很累。没打算上天了。打算上天了。下山了。下山了。可是其实也是怕，如果他恢复的话。哈哈哈哈哈。短期的。短期的。对啊，你继续问。Hello, hello. Angela. Hello. Hello. Angela. 哎，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告诉我你在哪里？在哪里？起床喽！要见你，快点出来。我要见你，快点出来。不。不。啊，好像不好玩呢。啊，好像不好玩呢。我今年八岁半了哟。我今年八岁半了哟。你几岁嘞？谁嘞？Hello。Hello。怎么你不会讲话的？你不会讲话的。回答我，还是在讲话。Hello。右手有黑哥的。右手有黑哥的。没有的。有的。不然我们想要睡觉了啊。快点黑布啦，我们想要睡觉了啊。Angela， 你在哪里？啊！我的都没有出来的，我的都没有出来的，很无聊啊！我们肯定是男女的，出来一下啦！谁比较帅嘞？谁比较帅嘞？一定是我啦！我啦！今天好像没有东西啦！没有东西啦！有啊，有东西。很散的，不然的话好无聊。对了，对了，已经3:20了。出来下雪了，吓吓他。我们现在已经玩到3:40，玩到三点，可是好像没有出来，可能今天黑哥放假吧。我们好倒霉啊！谢谢下那个外国的 YouTuber。你一直说 Angela your real name。Is Angela your real name？ Is Angela your real name？ Hello。Hello。Angela your real name？Is Angela your real name? Angela. Is Angela your real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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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喜欢听到我声音的美女。他不喜欢听到我声音的美女。啊，就是问了一样的问题哦。一样的问题。十多分钟了，现在已经3:55了，还是没有反应。没有。那已经3:56就晚到4:30了，睡觉了，快点啦！就晚到4:30了，睡觉了，快点啦！你知道我爱你吗？那我爱你吗？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知道之前知道，不知道之前不知道。不知道之前不知道，不知道之前不知道。不想再玩了，好累哦。59分了。那么现在已经4:00，我们问他最后的问题了，然后我来睡觉了。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Hello. Hello. Are you Angela? No, I
evil? I am evil.3点，因为什么你4点才回复我的？我想啊。他想到这个骗你们的啦。无聊。对呀、啊，因为好像都没有问题发生。完了，现在你4:03了，玩了一个小时这样，都没有事情发生。好期待啊！好期待有事情发生。就是。YouTube 上的东西还是不要相信太多，还是也有可能吧，因为好像又觉得好像真的，不懂啦，剩下的你们就自己努力看看吧。不过还是要小心啦，因为现在科技这样发达，是很方便的东西，都很方便，但是还是有一些黑客这些。因为这个是本来给小孩子玩的游戏，不过现在感觉上好像又有犯罪的机会啊，给别人犯罪。如果各位妈咪有给孩子玩这个 app， 还是小心一点吧。是，叫吗？因为小孩子是不太会讲电话的嘛。太乖。OK 啦。对，就这样了。我们刚才是乱来，就是骗你们的，做一些诈骗广告。哦，哈哈哈哈哈！吓一吓你们了。不过我们演技也不是很强。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吧。那我们的影片的话，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并且分享哟。记得按那个 subscribe 的字哦，这里有 subscribe 啊，记得按啊，求求你们啦！那么我支持，然后我们随时会放一些废片，还是好了，随便啦。那么就这样子吧，拜拜，晚安了，我们要去睡觉去，应该是早安了吧？早安，好，拜拜。啊！